上一集当中我哋讲到，张生同恩恩自从嗰晚私会之后咧，咁二人就更加情深意浓，如胶似漆啦。每到夜深人静嘅时候，红儿咧就会扶住恩恩，静鸡鸡嚟到书房。咁等到黎明时分，红鸡报晓啦，恩恩先至依依不舍咁从书房翻出嚟，又红娘扶住又翻去闺房。咁二人夜夜厮守，欢畅无比啊！嗱，恩恩原本咧就郁郁寡欢，眉峰紧锁，但系而家咧就欢乐满怀，容光焕发，一颦一笑之间都充满咗春意啊！咁张生亦都脱离咗苦海，佢真系怀疑自己系咪已经成为咗神仙啊！呢日晚黑，夫人同恩恩以及欢郎围坐埋一齐食饭，咁红娘咧就喺旁边嗰度服侍。啱啱草草爬咗几啖饭啫，咁就翻入房啦。等夫人同欢郎食完，红娘匆匆忙忙执拾干净，咁就话要去服侍小姐，咁就告辞到咗啱啱嘅闺房啦。夫人睇在眼内，心谂：吓，呢几日我暗中观察，发现个女讲嘢嘅时候精力唔集中，神思恍惚，腰肢体态亦都同往日唔同嘅。眼里边含住春意，每日晚饭都草率了事，急住翻入房。我谂其中必有缘由噶。咁佢咧谂极都唔明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而喺呢个时候，个仔欢郎咧就跳到佢面前问：咦，母亲，你喺度谂乜嘢啊？哦，冇乜嘢。啊，欢郎啊，呢几日晚黑你有冇见过你姐姐啊？哦，我好少见到姐姐噶。呢几日姐姐白天都会瞓觉，只不过夜晚黑等母亲你瞓咗之后，我就见到姐姐同红娘去烧香，咁好长时间都冇翻嚟，咁我就翻入房瞓啦。夫人听咗之后，心里边就好怀疑啦，佢暗谂：哎呀呀，唔通佢做出啲咁嘅事？佢越谂咧就越思疑。咁啊，对欢郎话：欢郎，你去叫红娘过嚟，我有说话要同佢讲啊。咁欢郎咧就蹦蹦跳跳咁到咗恩恩嘅房门口，掀开门帘一睇，只见恩恩正喺度化紧晚妆，咁红娘咧就喺旁边嗰度服侍佢。欢郎咧就行入门口，大声咁嗌：红娘！红娘拧转身见到系欢郎，于是就话：咦，少爷，你叫我做乜嘢啊？欢郎咧就昂起头话：母亲知道你同小姐去过花园，而家有说话要问你啊！哎呀，恩恩同红娘一听到咁嘅说话，不由得大惊失色啊！红娘咧就强作镇定，佢话：啊，少爷啊，咁你先翻去先啦，我随后就嚟啦。啱啱呢个时候咧，已经系惊到面色发白，手足失措啊！耷低头，啲眼泪就噼里啪啦咁涌出嚟啦。咁红娘就好急啦，佢话：哎呀，小姐啊，事情败露啦，老夫人叫我，咁今次点算呢？啱啱亦都唔回答啊，只系猛咁喺度喊。红娘见到佢唔讲嘢，都有啲嬲啦噃。唉，呢件事咧都怪你哋两个太放情啦。当初你同佢只不过系谂住一夜恩爱，可解几个月嘅相思之苦啫。点知你哋后嚟夜夜相会，无去招来，如胶似漆。我都劝过你哋谨慎行事噶啦，夜去夜翻咧，咁或者就可以天长地久。点知你喺嗰度咧整整成晚黑，白天唔系瞓觉就系、是、低头吟诗，回味美好嘅时刻。咁其他嘅都唔讲啦，只要摸下你嘅裙带，绑下你嘅衫纽，就已经知道你体态嘅变化啦。咁又点可以唔令老夫人疑心呢？况且夫人本来就好多心噶啦，好事都会揾啲事出嚟嘅，我哋咁又点样可以瞒得过佢？唉，佢如果估到张生做咗新郎，小姐你做咗新娘，咁就一定会估得到系我红娘做咗牵线嘅人啦。啊，你话我应该点办啊？啱啱听
听咗呢一番怨言，咁啊喊住哀求话：红娘姐，事到如今，你去改变回话嘅时候，你要小心啲啊！我求下你，我求你帮我遮掩一下。唉，我个天啊，我又点可以遮掩得住啊？我去到嗰度，夫人肯定就会问我：你呢个下贱嘅妹丁，我叫你无论去边度，系坐定还是行，都要守住小姐噶嘛？边个叫你唔听我嘅说话，挑逗佢周围乱咁走啊？如果系咁，我应该点样回答啫？我总唔能够封埋把口唔讲嘢噶嘛？况且事情已经败露，瞒都瞒唔住噶，冇计噶啦，我只能够照实讲，将整件事和盘托出嘅啫。如果唔系，夫人话我知情不报和，咁岂不是咪罪上加罪？只怪我当初唔应该卷入呢个漩涡，小姐你受责罚咁系理所应当噶，但系我贪图乜嘢啫？你哋两个同床共枕，咁我呢？我经常企喺掌满青苔嘅台阶上面等候，露水浸湿晒我嘅绣鞋，晓风吹冻晒我嘅衣衫，我咁凄凉咁冷落，究竟系为咗乜嘢啫？如今事情败露，我就成为咗罪魁祸首啦！我嘅细皮嫩肉反而要去挨打，真系估唔到我红娘都会落到呢个下场啊！嗱，听到红娘咁样感叹法咧，硬硬真系唔知道应该讲咩好啦，咁啊只系耷低头一味喺度喊。过咗一阵间，红娘咧就横下一条心，佢对硬硬话：嗱，小姐，我而家必须要过去噶啦，你知啦，红娘我系个心直口快嘅人，你唔好怪我讲咗啲令你伤心嘅说话。而家你就先喺呢度等住，如果我应付得过去咧，你就唔使高兴；咁我应付唔过去，你亦都唔使烦恼。事情总会有个结果嘅。啱啱听咗之后，咁啊喊住咁话：好红娘，令你受苦啦。咁红娘嚟到老夫人嗰度，见到佢怒气冲冲咁坐喺张椅上，小心咁话：夫人有咩吩咐啊？哼，大胆红娘，你呢个小贱人，你点解仲跪低落嚟受罚啊？你知唔知道你嘅罪过啊？啊！红娘咧就跪低落嚟话：红娘唔知道啊。咩话？你仲夠膽嘴硬？如果你照实讲咧，我就饶恕你。哼，唔系嘅话，我就打死你呢个臭妹钉。快啲讲，边个叫你同小姐去花园噶？吓，我哋冇去过、啊，边个见到啫？夫人见到佢否认，于是就话：系官郎见到嘅，你仲想抵赖？睇我唔打断你嘅骨头啊！嗱，咁讲完就举起皮鞭猛抽起嚟啦！哎呀，夫人，你唔好闪亲自己嘅手啊！你暂且息怒，听我慢慢讲啊！咁夫人咧就停低皮鞭，佢话：好，小贱人，我睇你点讲。咁红娘咧就不慌不忙咁话：有一日晚黑，我同小姐喺房里边绣花，绣到手指都攰晒，咁啊停低针线倾起闲偈啦。偶然之间就倾到哥哥嘅病，咁佢话阿哥病得越嚟越重，一个人住喺书院里边凄凉寂寞，唔知近嚟点样呢？又系边个喺度帮佢煎药呢？咁万一身边冇人，佢不幸离去，咁又边个会知道、啊？咁讲到呢啲啫。佢就产生咗怜悯之心，咁于是我哋两个就背住夫人你去书房嗰度问候张生，咁其实都无非系略尽兄妹之情，等佢唔好话我哋系忘恩负义之人啊嘛。咁你哋去咗之后，佢讲乜嘢啊？佢瞓喺床上，睇个样咧病得好重，咁见到我哋啫，佢就话：
老夫人渡过难关，但系就过桥抽板，反面无情，令我起到半路就变成忧，害到我病成咁嘅地步。我真系估唔到夫人会系呢种人啊！咁后嚟呢？后嚟佢又讲乜嘢啊？后嚟我同小姐就要走啦。咁张生又话：红娘，你暂且先行一步，请小姐稍留片刻，我有句重要嘅说话要同佢讲啊！夫人听咗之后就急住话：哎呀，佢系个女仔人家，留低嚟做乜嘢啊？哎呀，夫人，佢哋系兄妹，咁妹妹留低落嚟照顾下重病嘅哥哥，有咩唔得啫？点知佢哋时间一长，咁就两心相投，互爱互恋，最终就成为咗夫妻啦。我实话话俾夫人你听啊，佢哋两个喺埋一齐已经成个几月噶啦，每晚都系相宿相飞，就好似比翼鸟连理枝。夫人呢越听就越激起，全身喺度打晒震，我狠狠咁刮实红娘。你点解咁耐都唔话俾我听吓？呢件事如果俾其他人知道，咁仲得了嘅？老夫人，佢哋二人郎才女貌，情意相投，心心相印，咁你何必系都要拆散佢哋啫？常言道，女大不中留啊嘛。我劝夫人，你该罢手时就罢手啦。哎呀！我怎可以不追究啊？堂堂一个上国的千金，居然和其他人苟合拜我门风。你说我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啊？哎呀，令我怎可以向列祖列宗交代啊？唉，我怎会有个这么不争气的女的？这件事一定是你这个小贱人的主张，今次我一定要打死你不可了。咁讲完，他又是举起皮鞭就打了。红娘避开皮鞭，大声咁话：呢件事唔系我嘅错，亦都唔系小姐同埋张生嘅错。如果要我话嘅，全部都系老夫人你自己嘅错。乜嘢话？吓，你呢个小贱人，你居然够胆指责我？你讲啊，点解系我嘅错啊？红娘定咗下神，咁啊慢慢咁话：嗱，夫人，做人最紧要咧就系守信用。想当初拆兵围困普救子，夫人你亲口讲过，边个有退兵之计就将小姐嫁俾佢噶。嗰个张生原本同我哋素不相识，如果唔系爱慕我家小姐，又点会献上退兵之策，请嚟杜将军剿灭拆兵啫？等到我哋一家人转危为安，夫人你就唔打算履行先前许下嘅诺言，咁唔通唔系失信咩？既然唔俾佢哋成婚，咁就应该用金钱酬谢张生，等佢早啲离开呢度。咁就唔应该请佢留喺书院，使两个未婚男女有机会相见，变成日久生情噶啦。咁唔通呢啲唔系夫人你嘅过错咩？夫人听咗之后，亦都觉得唔系冇道理噃。咁佢咧就老泪中横，无可奈何咁话：哎呀！大错已经铸成，咁而家应该点办至好呢？嗱，夫人，佢哋两个，一个算得上系才子，一个就更加系佳人啦。咁相互匹配，亦都系情理之中嘅事。而家木已成舟，夫人如果唔静鸡鸡将件事平息落嚟，一定会辱没咗崔家嘅祖宗啊！咁二嚟，张生又因于崔家反而欺负佢，咁咪于心不安啫。咁三嚟，张生一旦显贵，谂翻起老夫人对佢嘅恩怨，不告到官府嗰度，夫人亦都要落得一个自家不严嘅罪名。咁或者仲会话夫人忘恩负义添。所以话，我个人认为咧，你认为点啊？红娘心谂。老夫人的心思终于有了变化了，那看来这件事有希望了噃。
咁佢停咗一阵间就话：我认为不如原谅咗佢嘅小过，成就咗佢哋嘅大事。咁样唔单止唔会令到崔家难睇，又成全咗佢哋嘅姻缘，两全其美，咁又何乐而不为呢？再讲啦，张生系白马将军嘅朋友，系佢请红兵灭咗贼军，救咗我哋全家人嘅性命。咁如果真系将件事张扬咗出去，咁崔家唔单止会出丑，而且亦都会牵连你嘅骨肉噶。夫人，红娘，我仲系好心劝你唔好再追究啦。夫人听到红娘嘅呢番说话，谂落无论打横打掂都系有道理嘅噃。于是佢就长叹咗一声：唉，你呢个小贱人讲得亦都啱嘅，我真系唔应该养咗呢个咁冇出息嘅女啊！唉，想告官府咩？咁岂不是又辱没咗家门？况且我哋崔家仲冇犯法嘅男人，更加就冇再婚嘅女人。唉，好啦，咁我索性将佢嫁俾嗰个张生，一了百了啦。红娘，你过去叫嗰个唔争气嘅贱人过嚟啦。系。红娘答应咗一声，咁先从地上慢慢企翻起身，我出力捽咗下跪到发硬嘅脚，咁会觉得咧全身酸痛，等恢复过嚟先至拧转身离开啦。咁究竟老夫人叫欣欣过嚟会同佢讲啲乜嘢呢？跟住落嚟嘅情况又会点噶？嗱，各位，如果你哋有兴趣想知道噶，咁就敬请继续留意收听经典名著《世上记》啊！